就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就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我也看得出来。那你还问？你干嘛啦？都臭干了，天哪！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西，欢迎大家收看 C-Book 的名人说生活。今天这位名人呢，其实他不用说生活，他就是一个生活的代名词。让我们欢迎王丽亚。嗨，大家好，我是丽亚。好久不见。第一个想问问题就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肤色蛮黑的人。对，就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我也看得出来。那你还问？不是啊，这边可以开放留言吗？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是大家不知道的自己？还是你其实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我觉得尽量把在网络上经营的自己是很贴合我原本内心的人，这样子我才觉得说不会是要隐藏什么，然后反而会很累。就是你想要表达是很真实，尽量真实，因为他给人家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是他是很，因为你的身高很高，会让人家觉得很可怕。你怎么可以用可怕来形容自己的来宾？你不要忘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穿高跟鞋，我想说这人是不是想逼死大家？然后我就想说，帮我拿一双有垫鞋垫的鞋子，我现在就是跟他们录影，就是一定要穿有垫鞋垫的鞋子。我今天特地穿了一双平到不行的鞋子，这样很好。你看他多人多好，好到不行。不是啦，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你以前是很资深的模特，然后一直到现在才转换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感觉是算是一个很棒的 IG 的经营者，就是你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品牌在经营了。在这个中间你自己有天人交战过吗？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在经营 IG 的时候，想法是说把我的运动生活做一个记录而已，然后记录到一段时间就开始有一些人会回应啊，会有这样的回应，我觉得是一个成就感。演变到现在会是一个说把他们当成是像朋友一样在分享事情。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拉近距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笑声，就是这叫做什么姑婆式的笑声嘛。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去上海工作完，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一个百货公司吃饭，然后楼下有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你记得这个是吗？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好，我们两个就加入，结果他就一直同手同脚，然后他就自己一直发出就是姑婆式的笑声。我就想说太荒谬了，这一切我一定要录下来，这样我现在很憋，我不敢笑，我觉得我会得内伤。那是因为你现在算是把工作跟你私底下生活算是大部分都合在一起了吧，对不对？你干嘛啦？都臭干了，天哪！讲我哭，我不能理解，人家都是讲一些很感性的话在哭，你是笑到哭。我以为我今天会很感性啊，这么贴近内心的问题。不会啦，我就其实只是想要让大家多了解你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这么想要发你来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不是因为你乐观到我觉得很离奇，就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人生超级低潮的时候，然后在那个低潮里面就想说，那在低潮里也蛮安逸的，反正大家都已经不看好我了，你们就不要看我没有关系。在那种很软烂的状态里很久一段时间之后，是因为运动，然后让我觉得说，哦，原来我的人生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所以你也经历过那个时期？对。大概多长？快两年的时间。那直到我开始运动，然后甚至是到现在学习瑜伽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只有自己肯定自己，那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肯定跟鼓励。但是你比较晚才发现你会跑马拉松这件事情，对不对？对，就大概刚刚讲的人生低潮期之后，而且那时候我是用说啊，都反正已经到谷底了，那大家约我去跑步，我就当初去认识新朋友的心态。对，也可以，就吃吃喝喝这样子。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什么新的呼吸方式啊，你手要怎么摆啊，脚要怎么样子跨，然后还要穿怎么样子的服装才不会磨破皮，就学这些新的东西之后，让我忘记生活上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把重心放到那个上面。对，完全的回归到我这个人自己，我要关心我自己身体的状况。这算是一种心灵锻炼吧。它看似很无聊，都在做同一样一件事情，可是你会有很多时间是要跟自己对话，就会有时候有些人会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啊，然后有些人会想说自己的未来啊、家里啊，所以因为它是像是移动式的冥想一样。所以你自己接触瑜伽有最主要什么原因吗？就是刚刚讲到跑步嘛，然后到了后期现在都是以瑜伽居多。
觉得是其实在大概2年前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太把自己自以为是的当做可以操练的运动员一样，就一下全马，一下铁人三项，然后时间安排的太密集，然后又做很多重量训练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有点负荷不了。好，那个时候 是身体还是是？没有讲出来，讲不出。我觉得是身体，当然你刚刚讲的那个年纪，我没有讲，我也是你讲，没关系，你到时候会上字幕。所以你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有一个关联，驱使你开始去做瑜伽？在某一次训练的时候，还是去训练，然后在做平板式的时候，就因为髋关节不舒服，我的另外一边肩膀就支撑很多，然后就一直歪一边，一直歪一边。然后那教练就说：“你身体怎么？”时候我就眼泪这样一直滴在那个训练的垫子上面。我说：“怎么办？我再过2个礼拜有一场半程马拉松要跑，我不是运动员啊，我真的不是运动员，我为什么把自己逼成这样？”对，所以才去尝试着做瑜伽，想要那开始只是想说把身体伸展一下放松，然后没想到说透过呼吸让我真正的跟内心产生连结。所以你觉得瑜伽除了带给你身上的这些疗愈、拉筋的这种身体上的反应之外，你心理上你在做瑜伽，你觉得有获得什么？可能透过身体很多的扭转啊，或者是在某一些动作的延长，让我身体的记忆、肌肉的记忆它释放了。你看哦，现在在看我们那个节目的人跟很多他们公司的人，其实一直很期待你来教他们一些事情，就是如果你要长时间的在某一个地方，你要怎么去解决？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很想要逃离这个地方，但是你不能，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说针对上班族，我觉得如果长时间维持在同一个姿势里面的话，你要帮自己做的就是某一个局部肌肉的伸展。我举例一个，就是上班族常常会觉得酸痛的是肩颈嘛，因为常常这样打字，都固定在同一个姿势。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两个动作，大家可以做。好，那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可以这边酸，右手来扣住椅子的外面，好，扣住椅子。然后吸气的时候把脊柱延长，感觉你身体长高了，想象头顶要碰到天花板。好，维持在这个动作，身体往左边倒，左手来轻轻的放在耳朵上面，只是轻轻的放。每次吸气的时候，感觉身体的右侧被伸展开来，吐气的时候压力释放。我打了一个折，抱歉。想要伸展更多的眼睛的视线，可以偷偷瞄到左边的地板，头朝左边的地板轻轻的转下去，看到你的腋下。好，吸气的时候手解开，头回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觉得切记是你一定要配合呼吸，不可以憋气。因为很多人说，哦，我知道怎么伸展的，啪啪啪就结束回来了。就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对，然后透过呼吸的吸气与呼气，然后感觉你身体被释放那些紧绷跟压力。然后再做另外一边。然后做完的时候，你要也有一段时间静下来，去感受你刚刚被放松的地方。总结来看的话，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低潮期，其实也不会有现在的。对，我觉得一定是以现在的我会很感谢那时候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因为拿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才会很珍惜现在。然后若不是经历过那一段的话，我可能不会去跑步，然后不是跑一跑身体不舒服，也不会去做瑜伽，然后才不会就不会得到我现在觉得很快乐很平静的内在。所以其实这样看来，你算是如果人生没有低，就不会有跳高的那个阶段跟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可能你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你可能就要放弃这些事情。当然我觉得在那个时期里面的确可能会很迷惘，然后你可能觉得时间很长，但是如果你没有走出来，你永远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是这样子讲对吗？对。趁他空了 Q 一个。所以接下来演艺圈的部分呢，有什么计划吗？我倒觉得会一直实行着运动跟健康生活这个部分，来把它越来越趋向专业。那这样子我才有更多的一个立场来跟大家讲说，啊，你运动很好啊，然后休息放松也很好，但是怎么样才是对自己好的休息跟放松，然后来做原本名模背景的一个包装。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我想要带给大家的。
对啦，其实因为大家你现在有很多的后辈，大家也都一直看着你这个前辈，就是对这条路怎么走，然后大家一定也会一样画葫芦的想说要怎么去让自己越来越好嘛。嗯，那我觉得如果想要越来越好，当然就是看我们今天名人说生活的访问啦。再次感谢王丽啊接受我们的访问啦，辛苦你了，谢谢。Hello, C-Book 朋友们，我是王丽啊，欢迎大家追踪 C-Book。